光粼粼，晴空万里，海天一线，美景尽收眼底。车站特地架高，游客可以远眺列列火车行驶曲线型铁道，蛮美的，有点让我太惊艳了，原来海那么漂亮。台东多良车站就位在台东县太麻里乡多良村境内，依山又傍海，有全台最美车站的美名。不过过去内部摊位老旧，动线混乱，加上景观设备不足，经过长时间整修，终于在7月1日重新开张。已经半年多了，半年多了哈，啊，收入影响很大了哈。对，因为刚开始，所以人可能还比较少，而且现在也还很少。多良车站因为海天一线特点，现在铁道民间传开，引进镜头君后，让朝圣民众越来越多。还有人发现跟日本镰仓车站有得比，镰仓车站就紧邻海边，与马路平行，同样也可以看到海天一色，咔嚓咔嚓，海天火车瞬间冻结在影像中。日本有镰仓，台湾有多良，如今暑假到了，打卡点也回来了，民众等不及要让记忆中的多良车站跟着焕然一新。三立新闻黄浩远林清雨探访报道。